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独立精神咖啡的咖啡馆的精神。好，那精神最重要就是说，每一家店有自己的特色，有自己的风格，有自己喜欢的东西。那我们咖啡师努力把那个味道，把自己喜欢的味道这个部分把它做出来，然后分享给我们客人。那这个市场自然而然就会很多元，就会有很多样化的一个形象出现嘛。